有看到吗？现在太阳照进去吗？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Do you feel like every day's a winding back road, running round in circles with no place to call home? Sip another drink so you can hold on, hold tight, hoping that you'll find a little piece of daylight. 选站就可以坐轻轨过去，好像才一站。哦。刚好在两个站的中间。选 R6 跟 R7。可以走路了。对，我们现在人在高雄，两位来自越南的朋友他们要去梦时代要去玩，但是我没办法很确定的告诉他们地点在哪里。我太久没来高雄啊，算了，是我的错，反正我就对高雄还没有那么熟，不知道是要坐到师甲站还是坐到凯旋站。 anyway 反正我已经帮他问到人了，大队车了，应该他们可以顺利到达梦时代去 shopping 吧。我们要来爬寿山呢，原因是今天算是儿童节，那我小时候的话就常常会跟家人六日会到柴山去爬山，但是现在相隔二十几年了吧，二十几年。我踩到什么？是什么 ？OK， 还好是珍珠，不是大便。加上现在是儿童节，感觉想要去回味一下。第二呢，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个部落客，非常知名的部落客 Melissa 跟茂，他们上星期去了柴山的秘境，那我也想说，哎，刚好这礼拜有空，那我刚刚好回来高雄，那我也跟着去看一下他们的路线。他们真的是很认真，他们真的是达人带路。他们的网址我可以放在下面的详细的资讯栏中，你们可以去点它，它里面有讲很多有关于山的知识、山的道具以及任何的一些秘密的景点。今天想要给我一个任务，大众捷运前往，看了一下没有捷运会直接可以到登山口，那我就是找了一下最近的，就是在奥子底。那我现在先要去找 O-Bike 的话，我刚刚看了一下应该是在对面，14公尺而已，还蛮近的。这里好奇怪哦，为什么他现在没办法预约车子啊？一定要到那边吗？有了，终于找到了。这台，先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，应该有刹车吧？刹车按一下。嗯，还不赖，那就这台吧。解锁这，等一下他吧。开了，好，开了。我有发现它一个地方很酷哎，它不是用弹的，它是用转的。这个 idea 不错。龙泉寺应该是我们今天的登山口。它是一间哇，还蛮大间的一间庙。好了，我把车停好了，我从奥子底骑过来大概将近20分钟，对，20至25啦，因为我骑的没有很快，所以大概是骑了25分钟，然后我就把我摆在那边，记得要把它放在格子里面。
好有回忆哦，大概20年没有来，但是这边大概的样子是没有变的。像比如你来的话，没有带水或是带一些登山杖，下面都还是有一些商店可以购买。天气没有那么热，因为听说明天又有封面下来，所以天气还蛮凉爽的。里面蛮多包包。我们现在在龙泉寺的登山口，登山口的话就会有很多猴子，食物不要露白，猕猴不跟来。小朋友去宣导一下，说不要太靠近猴子，因为新闻也发生很多的案例，就是可能猴子可能会跟小朋友比较粗鲁的行为。我刚刚发现有人帮忙背水，这边有一个算是背水队吧。就如果你想要训练你的体力的话，你可以去那个加水站，他们有提供瓶子，有10公升、20公升、30公升。那如果假设如果你自己的装备比较轻的话 ，OK 的话，你可以去帮忙背水上去给其他的一些爬山的游客去加水喝水。就我今天的装备应该还行啦，我就背个10公升，训练一下自己的脚力好了。终于问到路，反正就是在路正信门的这个佛寺正前面的这个巷子。我刚刚是问了这边的当地的路人，才知道说是在这个巷子的最，应该是最下面。哦，那个光桶，你快去那边找找看。是是是，那个旁边就有一个那个桶子，哎，熬水，熬水。去那边嘿，那边叫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好热心。你要拿公桶吗？拿公桶吗？哈。谢谢啦。啊，一个桶子，然后这个算是一个支架吧。那有一些的话，下面会有一些保丽龙，以防它破掉。那我可以拿一个最小的吗？哦，看到最小的，有一个最小的。啊，这个好了，我先背这个。我的东西还是有点多，反正什么事情都是先从最基本的慢慢的开始嘛，不要自不量力，到时候背不上去。听说好像要走35分钟。请问一下，这个装水是在哪里装？装水哦。对。背过吗？没有背过，第一次。我跟你讲。好。这边。嘿。这个桶子。哦，雅座。从这边背上去大概多久啊？不好说嘞。不好说。一般，对对对。应该差不多40分钟。40分钟。好 ，OK。那有需要注意什么吗？慢慢走。慢慢走就好了。欸、不要赶。快。慢慢行。好。慢慢就好了。好。好、哦，第一次背了。对啊，我第一次背，想要尝试一下。我想你背吼、欸。对。自己看自己的状况啦。是。走不动你就休息啦。OK。啊，尽量少休息。少休息。对啊，走慢就好了。啊，如果真的不行了，你真的撑不住了，把它放到路边，就有人背上去了。哦、okay, 因为上面有写公桶，哎，对，人家就知道了。啊，不然你就把水倒掉。好了，是最真的撑不住了，不要勉强。对，所以我才选十公升。不要让自己受伤啊。对啊，量力而为。那、啊、就把它倒掉。好、欸，真的撑不住，你有阿球啊？啊，不然就把它喝掉，把它喝掉。你老婆都你敢喝掉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尝试一下，下次 OK 的话再加。慢慢走了，慢慢走，好。慢慢走，不要走太快。好 ，OK 了。30分钟你是我都搞的。慢慢走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，拜拜。手指都说出来，合欢山就有了啊。对啊，所以群峰斗屋啊。对啊，我还没超过5座，哎，加油！好，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加油。好，谢谢。反正就走进来，看到这个蓝色的，这个很大的箱子就知道了。然后感觉有点像潜水装。Anyway， 就把它调整好，我觉得调整是最重要，就跟我们在背登山包一样，你要去把它调到你最适合的位置，因为每个人的公差都不一样，不是公差啦，讲的好像是自己是机器人，每个人的身体的构造不一样，好吗？对，我就调整一下。头前要我调好。好，啊你哪会背瓦斯桶？啊，
你要得爱加速啊！哦，爱行嘿，所以店面是用行呀。是哦。二，我也没有飞很久，飞三年多了。三年，原来你是轻松走。哇，大哥真热心，还先捡垃圾。谢谢。有三枪。有这里。干面了。哦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可以贴过。抱歉，可以。这像小三枪啊，好，不打扰他，你们继续，拜拜。10:54，我大概走了40分钟吧。哇，你们好快啊！上来。你们好快啊！你们哎，跟我们走一样路线吗？应该一样。你给他穿球鞋。不啦，干嘛？下班了。阿达每个礼拜六都来跑，真的假的？哇，三杯那么多，要你加入这个，加入这个行列。我先10公升就好。那下礼拜就要期待你。好，可能要先休息个。哦，好。你要什么？我得来电。来电就是他妈的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我操，这边是泡的热决明。养生茶。喝茶那边有杯子啊。OK， 谢谢。弟弟，你会怕是不是？你不会怕。走啊，等下打，再打你哦。我已经不用背了，我觉得它很重了。我的目视就觉得它应该很重了。看一下，哇，大炮！哎呀，还在喝奶。谢谢你，大哥，谢谢。烟雨洞，哼，我知道旁边有像一个岔路，有一个木头。我们刚刚从雅座，然后雅座。出来，从另外一条出来会跑到中心亭莲花洞的步道往下走，然后在右边的话会有一个木头吧，刚好一个直石往那个天宇洞的方向走，旁边是都没有招牌啊，所以非常非常的隐秘。不管，现在我要赶在12点以前到，不然听说那边没有阳光可以照进去。那边下去，我吗？跟屁虫，他说他来，你要不要下去啊？很恐怖啊！不会啦，人家有下去啦。是吗？对啦，放在。等一下出来吗？当然啦、啊。那里面有什么？里面很漂亮啊。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在这边等，你就不要进去吧。我们在这边。人还要上来啊、哦？对。哎，好像很凉哎。对啊，它里面是洞穴。洞穴啊。嗯。还有地上哎。里面有人，有人哦，嗯，搭颠倒，呜、哦、呜，搭颠倒比较好爬，有人，有人，里面有人，这边也有人，Hello， 有看到吗？现在太阳照进去吗？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，现在非常漂亮，真的、哦，因为刚好阳光照进来是吗？是 ，OK， 好，刚好里面有一组人在里面，哦，里面还有人，是，好，啊、这边就很好，就只是这边，超好走的，只是这边下来不好走而已，是啊是啊，这个超好走 ，OK OK OK， 对，而且上去很漂亮，下面很平。好，我们拿手电筒照一下。不会啦，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，刚没有人，很恐怖。Okay. 可是后来发现一照一走，其实不会啊，还蛮轻松的。Okay, okay. 好，我们走走看，我们走走看。对，等。好，好，很平整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这个动作算蛮 OK 的了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谢谢，拜拜拜拜。拜拜他说：“这个每个礼拜天都会有人来走，会有人带。”嗨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太漂亮了！这时间就只有。
大概是11点至12点的时候才会阳光照进来，你只要过了就没了。然后刚刚问的大哥，大概是每个礼拜天都会有人在登山口，然后会有免费的一些导览会来这边介绍，而且是免费。小心小心小心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在那里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小心，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走，不要急不要急。哦，前几天人家有公布那个路线图啊，皮克邦来里面啊。你是说魔力山那个吗？渣女孩那个吗？哦，我知道，就皮克邦里面。应该是应该是谁啊？他上个礼拜来，是新的吧？哦、应该是新的。嗯，哦，还有道具，然后看看下面就拍就很漂亮的。是哦，你来去，你去，你去，你去看你。用手机，你用手机拍就很。你去啦，你去啦，你去。因为电话可不可以无电啊？我两粒电池无啊。你都站角度啊，跟囝来去。啊，角度恁囝来去瞧。这位大哥真可爱，还带彩虹伞来当道具，好酷哦。哎，阿伯啊，彩虹村台中迄个彩虹村，哦，我没修啊，哎，结果我甲买两支，结果无修，看足可怜，两百三岁啊，多少钱啊？哦，900多。哦，贵啊，这只鱼才要900多。对啊，那一条而已吧。里面我在猜应该是也有，只是这边的话，这个会比较明显。那一条而已呢，这个真一条好漂亮哦。嗯，那边都是，因为你刚刚走过来在背面没看到。小心。哎，请问看完后的心得是什么？你刚不是说你不要进来吗？我妈刚刚说啊，不要进去啊，那边很恐怖，不要进去，走了，不要走了啦，走了走了。啊，现在你觉得呢？很棒。这太美了，太美了，美极了。请问，如果其他人来的话，你建议他进去吗？建议。那你刚刚不是说不要进去吗？不是很恐怖？因为我以为很恐怖，可以进去。哎，真的很棒哦，那个钟乳，哎，钟乳石啊、哦，钟乳石啦，哦，太漂亮了。Melissa 跟猫讲，我才知道，不然我也不知道。要去看他的那个网志哦。刚刚里面的大哥也是，他也是看了皮克邦的网志，他才知道。因为刚才那个天宇洞那边真的是太好拍了。待的时间待比较久，所以现在要去泰国谷。这是 C20。如果假设你是从雅座那边过来的话，那么这个石碑会在你的右手边。大概走了10步，那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条小巷子进来，它是完全没有路牌的啦，所以也不知道。那这边就会写说泰国谷以及一帘幽梦。感觉是有点像是悬崖的感觉啊！我这边待了10分钟，没有半个人进来。这个地点真的是太隐秘了。看着照片 ，Melissa 她是站在那边，然后这样子用如果单眼如果可以缩放的话，可以拍起来就是很有那个透视感。可是我刚刚觉得我的运动相机没办法。如果你要去一帘幽梦，好像是从这边上来，还是可以看得到了。就是这边啦，我不像 Melissa 有这么的有气质，拍不出有那种感觉，可是就是广角起来就是很漂亮，会红色的气根，你看红色的感觉，那边还是有步道可以走啦。对，那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可以站在这边的拍照景区。哇哦，哦，看一下，哦，酷哎，啊、哦，有没有？超有 feel， 而且那边还有一个梯子哎，感觉那边好像可以走上去，然后走上山上面，好像就可以更高，可以看往下看。好了，那这个就算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了，泰国谷拜。统整起来，我们今天是先去装这个公桶，去天宇洞之后，真的不要花太多时间，因为真的太漂亮，你不要停留太久。它在莲花洞的旁边，进去就看到了。那天宇洞完，过来泰国谷跟一帘幽梦。第二，如果你怕晒的话，我觉得你不用担心，这边就是树荫还蛮多的，不太会晒到太阳。
只是有些地方的话就可能树比较少。第三的话呢，要花个3-4个小时来去选择你要的景点，不难，因为它蛮多，就是主要的步道都还是这种木板，有些地方还是会滑，所以你的鞋子还是要穿好，不要穿一些比较报复性没有那么强的鞋子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亲子的步道，它还算是属于可以轻量化，那你带几个干粮、一些水，还有一些饮料，跟小朋友一起来，我觉得还算是还蛮适合的。重点它也不太会热，可能刚刚好。我现在是4月，天气还算是比较算凉爽的春天，要注意猴子，真的不要去惹它的食物了，不要被他们发现。对，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喽，拜。I can fly.后的心得是什么？怎么讲？